六祖、哦、不鼓励打坐，为何留下、哦、肉身菩萨？所以、哦、各位先生，这个就是内涵啦、啊。那个外表形象哦，行自坐卧、哦，一坐是最有威仪，而且又可以持久。那六祖不希望我们凡人打坐，因为我们没有抓到那个重点所在。你只要说已经启发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，不管行住坐卧都可以，他不会反对的。他的反对啊，就是我们凡人的打坐，把所有的念头啊都要打死。那六祖说不行，那个念头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，你把它打死了，就等于打死佛性了、啊，所以他才反对，哦，是这个意思的，不是说他反对坐，那个行住坐卧哦，那个坐、啊、是持久，而且又有威仪，所以还是哦，以打坐来给人看，哦，释迦牟尼佛也不鼓励我们打坐啊，可是我们看到的形象，出来都是打坐，哦，就是这个意思啦。哎，就是吼、哦，重点没有抓到，不可以。你要抓到重点，你要用什么形象来示现完成，那个都吼、哦、没有关系呀、啊，都不关紧要。只要是在一定要了解说，发挥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才可以。哦，不能说你百物不施啊，难道做了就跟吼、哦、无情石头四木一样？那没有利益啊，对你没有利益，对众生也没有利益啊。你已经了解到佛性，你可以度化众生，然后你可以现威仪啊，让众生来学，那有什么不可以？